副主席。啊，各位议员，请尽快回座位坐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各位，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请大家安静一下，谢谢。哎，以后如果在议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邀请议员就坐的时候，把你们当作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哦 ，House of Lords。然后 stand 在英国议会来对席，很庄严的会场。想象有一天你被徛一关受灾，起码改戏，对自己要求哦，像个议员，像个参议员、众议员的角色，慢慢你都自我要求。过去给咱糟蹋嘛，讲你这无声，你给咱压嘛。咱起码知影咱的该有的样子也造出来，原来知影咱的角色是啥料，完全的无同款，哦。自我期许，对家己还是有要求啊！吼，啊，拄则讲到，咱的议员都爱怎样很基本的一些有关经济的物件，因为咱处理的法案内底，甲这個大这個、台湾这所在来经济有真大的关系。啊，咱也唔知影经济这个是什么东西，或者资本主义是啥物物件，资本主义啊，啥美国遐惊讲台湾会走去共产主义，啥怎会惊？发生什么事情，台湾人想要被惊，美国人会惊你啊？呢，啊，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中间，那这中间在反，咱先了解上面叫做资本主义 （modernism）， 现代主义是按那一个机构哈。其实这些过去 endowment 就是。李世英时期开始了哈，从黑暗时期起，咱开始大家那怎样的话哈，咱过去有一段时间，人类是伫黑暗时期，因为教会西方国家给你压制掉，所以科学不爱去研究。从理性主义之后开始，开始了，大家很多的。大家做很多的 R&D。就是做很多科学方面基础科学的研究，啊，开始做科学研究了，会产生什么 ？technology 技术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先知影蒸汽，你去实验室来底讲，哦，有蒸汽这件代志，啊，接下去啊，蒸汽要创啥？科学家知影有蒸汽发现了，啊，过来下一步讲，哦，啊，有的人就制造出蒸汽。对啊，叫做 combustion， 用蒸汽当作内燃推动的物件，迄机器造出来，哎，机器走出来了，再一步被冲响，哎，可以运用到制造生产上面，可以做成火车交通工具，现在我们用电力造出来，所以 technology 的出来啊 ，technology 之后就可以制造生产很多的 product commerce 商业产品都造出来，对吧？该做很多。产品嘛，过去干那一个人一工做一个一箱的，即马一工做几啊箱、千箱的造出来哦。啊，即个物件做来要创啥？放喺市场去卖嘛，卖了就赚钱啊。啊，赚钱这钱佫摕倒转来一部分2%到5%，再去做 R&D， 佫继续佫创。啊，这个系统叫做现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咱过去台湾干那做一地尔啦，代工。下骹嘛唔知，顶管嘛唔知，咱个技术拢是别人甲咱教的，对不？咱较早咱会使会晓做物件，机器嘛是甲人买啊，制造机器，咱无没有基础科学研究啊，无多研发、啊，咱甲人讲你个代工，你做这個，啊，咱乖乖去做，啊，结果趁钱了，想往下往上走，对不？开始有的人去做研发，啊、有的人就想走上市场，像华硕，固然你已经被做品牌，对不？就想要走去 marketing 去地嘛，因为真正的 market 上大是美国嘛。啊，咱透过伫美国的 marketing， 咱赚真侪钱嘛，所以就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嘛。啊，人类因为这套系统，人类因为这样这一套系统，过去从一个黑暗时期，人开始真紧的发展哦，开始各种各样物件开始做。
啊，赚真侪钱，搁直直加，直直加，这都是良性的循环。过去真侪病嘛，但是你无钱，无做研发，所以你即卖人的寿命平均都较长嘛。然后破病马上来治疗嘛，迄都是拜这个所赐，都是透过这个系统，人的研发科技、新的技术、新的观念、新的想法，即卖才有手机啊，啊不，过去讲话我着走行到遐，甲你讲一句话，即卖变啊，手机啊摕起搁看到你的人。对不？你伫美国、伫倒遐拢会使啊，伫南极、北极拢看会到啊，伫外太空我嘛看会到啊。美国毋是拍一架人造卫星个啊，毋是人造卫星啊，火诶无人卫星叫做火星去，啊遐翕个物件叫做摕到啊。吼、哦，这都惊死人吼、哦！我毋是要讲这個，但这内底吼，结果就是 ignorance was overcome， 就是本来无知的人，过去是大部分人是无知的嘛。但是因为你这套系统安尼run下来以后，教育很重要，大部分人就从无知变有知，就参与到这个系统里面了。那 disease was cures， 所有的病痛一步一步解决嘛。过去小儿麻痹啊，下面伊科拉病毒什么，慢慢你一样一样，你都去克服，想办法去把它克服。所以现在人的情况，生活品质比过去较好嘛。较早台湾人平均寿命35岁。35岁呢，妈该来台湾就是35岁，平均寿命啊，35岁做阿公阿就死啊，阿就真可怜。啊，起码各方面改善 ，poverty was erased， 就是以前大部分人是贫穷、尽残啊、缴税、缴亡啊，那里啊，啊，起码很大量的 bourgeois 就是中产阶级造出来啊，这大量中产阶级夹带着大量的财富。消费能力、生活水准、知识各方面滴滴卡，就推动整个东西在运作。那战争也慢慢消弭了，打仗的方式就越来越不一样。卡扎隆金匠是太郎呀，基本上用别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个运作目前来讲是好的，但是背后这个时代的巨人叠尬一尊，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他 stop？ 怎么让他 stop？没有错啊，资本主义直直加，加加有美国遐大的国家，连中国嘛有兴趣要来算，所以就从共产主义里面跳脱出来嘛。共产主义内底没有在讲求这个 marketing 这方面，因为我们在用，你讲有他饭哪吃都好，有衫哪穿都好啊。哎，讲到这个，我暂时等下再来讲这个。我先讲过去迄嘛，过去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差别，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你拢听过。我讲二战的时候，越战。退伍军人啊，到越南登去美国德州，啊有一个袋啊，拿一个帆布袋，啊第二天就紧走去银行内底，放喺柜台讲，小姐我要存钱，啊柜台小姐讲你要存偌济，你要放偌济钱，我讲8000万，哦遐济哦，我无在了，我叫恁经理来，啊经理来了，我讲是啊，哎听说你要存8000万，我讲是啊，啊我会当看你的钱未，会使啊。啊，就迄一个一个，用迄手铃啊，拔起来一柜，啊，摕互伊看，啊，迄个经理摕哦，啊，这是什么？大富翁的玩具啊！大富翁你知影啥物件？迄算大富翁的游戏的钱啊！啊，讲这，迄个后面个迄个钱立马摕出来，讲要存钱，你咪起笑。啊，这个越战的迄个退伍军人讲，我无起笑啊！我伫越战的迄个俘虏营内底，都是用这钱伫买物件吃的啊。因为迄内底形成另外一个经济体系伫内底，所以你也当用这款钱，因为伊无印钞票嘛，所以你都用这款大富翁的钱，会去外头买雪茄、古巴雪茄，买法国红酒，就这个要买什么服务动物哎，啊，这经理嘛不是省油的灯哦，听伊讲了，这经理讲，真可惜吼，你即卖俘虏营已经关掉了，啊哪还阁开哦吼，我是愿意拿一些美金跟你换这钞票，啊就去内底去享受。来了解哈，我慢慢再讲多一点。这就好像以1972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本地在中国这个所在钱无算钱嘛，你家己去算，无人要插你。啊，你别个人，你有需要的时候就以物易物，哦，物件去换物件嘛。你用火车，甲迄阵的苏俄讲，我要偌济迄个，不是民生物资，矿产，啊，甲你换民生物资，我要多少煤炭。换来换去嘛，
对吧？那钱无算钱，那没有人承认，也不能交易嘛。啊，伊看到渐渐的，看到哦，西方国家用资本主义这套制度来的，愈算愈大，大家愈来愈好个啊！啊，啥各种各样多彩多姿的世界产生。啊，伊还佫过去还得吃大锅饭，穿个毛装，每一个人互你饲个饱没有错，但是足可怜呀 ，barely survive， 勉强的活着，很可怜嘛。人类不会因为你这个制度，什么共产主义的天堂，什么每一个人在家里瓦斯都不用钱，欸，不要钱我不要住那里。我说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是愿意说政府都无条件 subsidize， 无条件的供应你所有的生活需要，还是我让你赚足够的钱让你去付水电瓦斯，没什么了不起，对吧？你当然希望我赚足多钱，以至于我去付水电瓦斯的钱不成比例。比如说我可能千分万分之一去付水电费，那不是很好吗？好过于政府帮你负担这个嘛，这样子对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想法嘛。资本主义是 keep spending， 但是 spending 要 smart， 聪明的 spending 是另外一回事哦。先不讲这个 ，OK， 过来。啊，所以中国现在都跟美国谈条件啊，讲阿伯吼，你若要我这市场吼，哎几比几，阿伯讲好啊，就好像你要算大风一开始。你干嘛都提新台币还是美金去算大富翁？无法多嘛，因为内底一个系统嘛，你都要用内底钱去算内底物件嘛。所以赶快，那是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你中国要入来算，你都要用即内底钱嘛。啊，你用的钱不算的时候，啊，美国国要跟你谈条，伊就讲啊，无安尼啦，几比几，准拄好啦。一开始送你2000，就等于讲我甲你的钱算做安尼。所以一开始中国突然有钱了，唔是讲伊足搞的。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被起这个中国，所以大量的资金夹带技术，你就可以来这给你搞，当让你做一个资本主义里面有用的人嘛，有路用的人嘛，啊，不你进前做无，脚踏车无人要骑嘛，你做的衫无人要穿嘛，所以大量的资金技术进来，就是教你做教也要嘛，啊，所以中国因为安尼赚足侪钱，好啦，你即马赚足侪钱，下一步是什么？教你讲，你这钱都要提去种啥？帮助他的百姓，知识水准上升，对不对？啊，让他们更开放嘛，更改革开放。结果我们是提来个狭制性的人民，用一根民族主义的思想继续给控制掉。是，他是可以旅行，但是也思想给有控制掉。那是安内的话，或者阿姨鼓励山寨版，黑马是破坏资本主义游戏规则，这很重要的事情啊。山寨版啊。那等于不玩资本主义，嘿，智慧财产权很重要啊。阿哥讲，伊摕这钱去买资源、石油啦，四国去占所在啦。伊只有要学小牌啊，伊阿哥用真侪钱去买武器嘛，大量的扩充他的军备嘛。教你讲，你若用钱去买武器，这件代志正常诶，因为你要 self defense， 自我保卫嘛，那是 OK。但是你的量超过，你每年增加国防预算的速度太超过了。大家也怀疑你是不是来冲啥，甚至于最后证实伊的动机是不良，是透过什么事情？中国捌讲过一句话，阿伯卖用美金嘛啦，用人民币啊，计价方式转换，安尼，即个一款的人是要来冲啥？要来冰岛的，唔是要甲你算的，对吧？照理说你进来玩是靠游戏规则，让大家越玩越大嘛，大家都得到福利，啊，你起码等于是要甲美国的这美金嘛干掉嘛。但是后来想想，伊这嘛无在调，所以先攻老二嘛，老二就是日本嘛。日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算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一份子嘛，所以在几个 G7 国家来对做这么重要的角色啊。亚洲国家哪一个在 G7？ 无啊，对不？你那守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系统架构的规则的，你就一直 survive 嘛，越做越好，越来做越好。啊，中国不是，我在挑战老二。想讲我即摆已经够大了，伊即摆还是这样认为哦。伊想讲我是仅次于美国第二个，啊，过来我被挑战美国。啊，这种想法对于一个在 run 一个局的人也烦恼啊。一个一叫安尼讲，中国算作一个叫做 barbarian 野蛮人呢。什么叫野蛮人？不守游戏规则就是野蛮人呐，啊，不守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叫做野蛮人呐，啊，来乱的嘛。一乱并没有帮助到谁。所有任何国家要支持中国起来的国家，要想一件事哦 ：Can you afford？ 你可以负担起这样的一个国家兴起的位置吗？
伊那安尼徛迄阵，所有游戏规则拢会乱去哦。Can you afford？ 应该想想清楚，所以今麦开始真侪人伫测嘛，再重新板块再推移嘛。美国台好第二名的日本起来嘛，因为他是模范生嘛，模范生照规矩来走嘛，也对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很大的贡献嘛。所以归你紧握的共，整个经济体会这样子。宏观的看法是日本会起来。啊，中国会落落去，啊，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差距到什么程度？差距到日本，中国不敢去挑战日本的程度，都是这样呢。啊，这样才形成趋势的平衡嘛。讲到趋势平衡，那都要讲几个概念哦 ，check and balance， 很多时代议员一直在做的。我们当我们不同的权力在那边运作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让它 balance。不是让一个独大，我来讲哈，来我们来讲一点拐，再回到这边，还是我，拍谁？我先讲，还是讲那个资本主义，我马上跳过去。刚才这个时代巨人怎么让他 stop， 那怎么让他停下来？别让他回停，我来讲，让有钱人觉得生活很空虚，让穷人觉得生活很满足，你这个资本主义系统就完蛋了。啊，是不是？有钱人觉得很空虚，我被别人主被冲上，我住地堡被冲下，我被私人飞机被冲下。当你觉得这个没有在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你都 lost 掉那个 power 了。啊，有穷人都要有上进心嘛，但是你有穷人满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都不爱走啊，那都好水好水，近乎拢搞啊，包做拢好啊，我想到都在努力，一个平淡嘛。每天去领救济金的几季的贵北拜啊，所以你得做福利政策的时候要想很多事哦，不是讲哎就可怜我都该完全帮助，不是哦，你安尼做，哎，规个整个经济的运作都停滞啊、哦，你不是在讲美国经济不好吗？想说伊被那时候在从事最大的太空 project， 迄都是美国个架起嘛，再提出一个愿景嘛，让大家再去追求新的东西嘛。啊，维持这个资本主义的巨轮在运作，要一些让有钱人觉得哦，还有新的好玩的东西哦。不能有些手机就手机，为什么还做那些？卡扎利米的员工手机要都卡电话就好啊。哎，谁知道今天的手机有这么多功能？那就产生需求嘛，无中生有嘛。资本主义就是不断的无中生有，刺激你的需求去购买啊消费嘛，啊才会动这个东西嘛。那、啊、你想心急，你也不会享受到这个啊！要鼓励大家消费啊，不断的消费啊，只是说这个消费过程中会产生的副产品是污染，是这个是不好的。但是你要用更先进的科技去克服这污染，不是说这个巨轮你要把它否定掉，不是说你要去消费这是错的，是你要尽量去加这些，但是你要附属其他东西把它弥补过来这个的缺陷。那你怎样哈？好，那你麻烦你跳到那个 check and balance 那一页。Check and balance， 再往下走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一个字。好 ，OK， 这个东西我一直在讲 check and balance，check and balance。我今天不要跟你们讲太多，我只要几个观念你可以带回去吸收，这样就好了。那个我还有几分钟，我控制一下。25好，35 OK。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在建构这个美国这个系统的。创始者的时候，他非常是一个没哪讲很实际主义的人，他不会想给个人看，想给管，讲人是人性本善，阿里都期望人会做好的，不，一共人本来都是邪恶的。左边人有好的部分是什么 ？Capable of reason， 人有理性思辨的能力 ，reasoning， 哦，人有这个能力，好的部分 ，self-discipline 也会为了目标。自我限制、自我训练、自我控制 （self-discipline） and fairness 公平的概念，不管你国家派人吼，你都有一些基本人的本能，就是公平。从小时候就知道嘛，伊手物件摕来，你甲摕起来，爱就好嘛。人都是安尼，免改啦。非洲的黑人还是白人，受过教育没受教育都是一样，对公平的观念是全世界人都一样。他 recognize 这个东西，同时也 recognize 右边的。就是人很容易被什么影响 ？passion， 情绪，我的感觉被这个带来带去，哦 ，intolerance 无法忍受跟你不一样的人，
无法忍 intolerance， 还有什么 greed， 人是贪婪的。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子啊。我们都是陷在这两个里面啊，我们是贪婪的，我们无法忍受其他东西啊。这是很，所以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在设计宪法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了。所以我不会把这个宪法制度或立法制度建构在我认为人是好的这个条件之上，安利的出问题啊。所以我建构在你就是坏的，你就是 evil， 但是你也有好的部分，我要这两个都使用，但是我用好的制度把你们这样的东西 call 起来，产生一个好的，就是一个好的，他们叫做 mechanism， 一个运作的方式，把这个带动啊。Mason 讲过一句话哦，这个 device 也可以讲 device， 我刚才讲 mechanism， device should be necessary to control。Medicine 讲过一句话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如果人是天使的话，哪需要政府啊？对不？人那是天使，根本免政府给你管嘛。你家己都要管啊，说出来给政府都是人不是嘛。人都一个一个的小魔鬼，所以要政府来 control 嘛。啊，如果 angel were to give govern neither external or internal controls on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如果天使要被治理的话，不管是内部或外部的控制都是需要的，就是说因为人不是天使嘛，你成为政府之后你的里外都要一起控制了。 If framing a government which to be administered by man over man,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lies in this。 如果 framing 就是建构一个政府，好，这个政府是由人来管人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 ，you must first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the govern， 就是首先要让政府来能够控制、统治被统治者，然后下一步就是让这个统治者自己会自我控制。哎，有点绕口哈、哦，意思就是说第一步，你要让南极的进户，也当人民会摆你的账啊，会听你的啦，让你先有权利啦。第二步，再让你自己之间去控制自己，啊，这都是咱 check and balance 都在做这件代志。所以为什么用立法院立法去控制行政，行政去nominate 提名司法官，司法官又能够对，又可以否决立法院那些不合法律的提案啊，这都是互相牵制嘛，哦，所以而且互相独立。虽然开会准，咱的司法单位人不准出席啊，咱立法委员内底人大家拢出席，迄阵伊袂使出席啊，袂使跟我讲啊。我们平常连讲话都不要跟他讲话，唔是讲不爱做朋友啦，点头可以啦。那因为职务上关系，保持距离啊，以后也是这样子啊。哦啊，行政单位是行政单位，立法是立法，行政哦，司法是司法，每个人的功能区隔不要 mix 在一起，要不然就会有舞弊的情况发生，对吧？就舞弊啊，这都危险吗？所以过去的就要调查一个，因那个我还在讲一个哈、哦，立法叫众议院跟参议院的人，还有一个什么，在美国是有调查权，调查官呐、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事有蹊跷，我就可以主动的调查，包括总统，包括行政体系所有的人，我都可以主动调查。我干嘛这怪怪？我都在调查申请。然后美国更重要的是，因为越来越复杂哈，你起码有不同的 committee， 针对不同的事情成立一个听证会，还是一个 committee 来处理很复杂的事情。那你光听证不够啊，你还要有调查的权力啊，我在那调查啊，不外资料都是人家给我的，我就不可能知道真相啊，我这 committee 就形同虚设啊。以后我们要考虑民政府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功能，我们再考虑，也需要考虑了，因为这个调查权是很重要的哦，立法跟调查啊，当然司法是司法另外一个哈、哦，不讲这么多。好，回到刚刚那个原好了。OK， 在这个的不符合。
OK， 这个再陈述一下我一开始讲的哈，帮助大日本地，那在这样的限制底下，我们现阶段还能做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限制，我都讲供给，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底下的立法机关，不是正常底下的众议会、参议会，我们是 pseudo Congress， 是模拟正式的议会。啊，我们有很多不能做，像国防外交不能管，这个不能管，那个不能管，啊，你也当冲啥？看这，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台湾洪都进本岛人生存下去，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错，大家以错的认同活着，清楚知道什么是生存战争。哎，今天台湾行公，咱今嘛活得好好嘞，有他家有他亲嘛。但你讲下这个不一样，我们来这边都知道，黑哥都努力的生存状态哦。透过立法配合及监督行政部门，帮助台湾在废墟中重建家庭。知道什么是日本帝国建设、制度建设跟经济建设。但这角色吼，跟 Bigo 一关叫做 counterbalance， 修夸博赶快，它有点像是比较是同心的态度。美国是以怀疑做出发点，我防止你去舞弊，我防止你越权。那每个人都想越权，但现在这情况又不是那么成熟到像美国这种可以互相抵制的地步，所以比较像是在天皇底下的议会制度，他为了怎么样？照顾他的臣民百姓的福祉，啊，您这立法好好的定一个好的法令，让本土党这个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贵后悔几季了。就是什么？我们不是讲我们在广告上面写什么？啊？哎，对啊，哎，怎么只有一个人知道？为百姓百姓设想，对吧？为百姓设想，就这个意思啊。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哦。然后他这里面知道什么是日本帝国建设，有人说哦，现在台湾都很多建设，哎，看过我的台湾史解码的人，你都知道什么样呢？过日本帝国的建设，那才叫建设嘛，有规划、有制度、有规模、有品位，不是这样想高地做高地，想要起这就起这，对吧？啊，突然一个大建案，整个淡水都起拢是厝，一下大建案三峡都是房子，一个大建案整个新店拢厝，啊，没人住。也都是这样，没有国土规划，他没有把这地方当作一个他爱的地方，希望漂亮美的地方来建设嘛。你看日本不是这样走嘛，所以这不叫建设，我们要重新向一个帝国的位阶来建设咱台湾啊、哦。啊，经济建设嘛是同款，哎，咱敢甲过去同款用制造业起家，不是安尼。咱来考虑这来台湾这岛，敢有法多几干叠乌烟瘴气？只要这个制造业跟人拼过小一关，袂使嘛。台湾有台湾自己的特殊环境条件，人的品质。哎，做农业、做医疗、做这个、做高科技的物件，这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嘛。那哪当讲台湾介绍来做完全没有污染的农业出来，恁中国人要吃什么好吃的？日本人要讲乱弄加供应啊，啊，对我们的健健叔叔也有好处啊。那不然的海豆啊，我们 cannot afford。那个是开发中国家在做的事情，那已经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要做一个很干净的、对这后代子孙有好处的产业，啊，这就叫 niche。你要找出那个位置，这不是我的利益，这不是我讲师能够讲的。但是我就说，啊，这是一个愿景啊。下面是对台湾雄厚的产业，啊，咱都要培植下面一块人才，可以做这块代志。啊，未来我们是50年还是100年的计划，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啊、台湾本来就是弹丸之地，无偌济人啊！啊，你变安怎跟人拼？你是要拼 niche market， 还是要跟人 mass market？ 迄无法度啊 ！niche 就是干啦，你有法度，别人拢袂晓物件，对吧？啊，清气的食品，台湾也当行善了、啊，所以你的制造业就要相对就降低嘛。啊，服务业、农业的相对提高嘛，你这比例比重乱盖，这都是经济建设嘛。第三，当一个称职的衔接角色。台湾民政府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府组织，但是发展方向却是清楚的，就是在美军宣布台湾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将成为正式治理台湾的政府，就是这样。今晚还过去检视，啊，有人想哦，我们已经执政了，那欢喜，但是要冷静啊，特别是咱的阁员、咱的立法、那众议员、参议员，赶快都要清楚这个状况嘛，哦。在安全的保护期间内，建构一套可供未来日后
后进的议员参考的议会制度及文化出来，草创初期吼，无可能一下子，任何一个公司嘛是个，那我讲一开始就是做个乒乒乓乓，无可能嘛，一定加突出一下，一卡掉拉掉声，哦，啊马上停个几个月啊再开工，弄起安内嘛。但是咱的 vision 是很清楚，我们的未来的远，哦，人都要有 vision。Vision 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我已经看到未来即将有的愿景。人说有梦最美，我不爱说梦啦，我们有愿景最美，我们清楚看到这愿景而可以掌握到，所以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计划去达到那个目标，那就是我们的众议员参议员都在想的事情啊，是怎么做啊，这都要合作啊，不是互相牵制哦，要一起想好的东西。那你也说的比我较好，我鼓励你上来，希望 be the best person come out。我们要有一种文化，你若比我较强，你起来嘛。我尊敬你，让你起来，我支持你起来，不是把过去中国文化给人揪来。他行，他出来；他行，他出来。啊，我爹他好你当做脚凳，好你背起嘛，不要紧。要有这种自觉啦，不要紧啊。哎，在这个的团队合作啊。不是每个人都当官，每个人都做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不是这款的。那整个团队大家都起来，这是成功。过去美国里面那拍那个 football 吼，弄起来每一个人有他的不同角色。只有你把你的角色扮演好之后，整个团队再起来。日本人就是这样啊，你叫他做什么简单的事情，他就很认真把他的事情做到好。即使每天是上班下班，朝九晚五。每天都固定，每天吃一样的东西都可以啊。你怎样有一个愿景嘛？在我今天的日本嘛，有人愿意当这个，有的人当那个，每个人角色不同啊，看你的才能不同啊。但是我们给的报酬可以很不要拉那么远，让每一个人觉得我的存在都是很重要的，那就好啊，对吧？那所谓的安全的保护期间，就是现在有人保给咱保护啦，所以你突出无要紧啦，无代志啦。别烦恼啦，做我们的不要紧啦，但是要试。你那其他国家美国干嘛都做错？哦，这不多啊，全世界的人都看美国在做啥呢？干嘛都做错？你要说话算话哦。后加在咱这阶段是，你可以做错。我们在 probation， 我们在被人家在保护状态底下，我们在学习。但是我们学习也是有个方向哦。但学习只要犯错。犯错来做什么？我们才能修正嘛。你没有犯错，那怎样都要不丢。所以没给他犯错了，犯错是好的。你就是很有野心的去提案嘛。啊，人讲这唔好，嘛不要紧啊。提案个修多等来，我过来重新再写好的 proposal。啊，不过叫更加侪人替我集思广益，想更加侪代志，这个案子再送一次嘛，送十次嘛不要紧啊。你不能看在公司里底职员啊有小好的想法，滴滴下给，滴滴下给你。啊，有一天就变作很有名的发明家，赶快啊，那你每一个人都有他集思广益，弄真袂歹人，造化都绝佳嘛，你做议员嘛也要修嘛。啊，第五个，最后，我再来讲这個，学会倾听人民的声音，忠实反映在议会场上，好让行政部门准确的掌握民意，进而解决人民的需求。讲到这吼，就小可 tricky， 就是有点。吊诡，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以爱的名义，然后有问题说，为什么的官方语是英文呢？日语，你准备安怎？啊，抗议，我不要，我要被讲北京话，啊，你准备安怎？你准备安怎？你的名义是安尼，你准备安怎？所以名义不是都是对的啦，人民不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啊。虽然这个违反现在所谓的哦民主制度，拍谁哦？民主制度哪些好的制度？喜安庄现在的公司没有采取民主制度啊！你 run 一个公司，你在营运，你鸿海啊、华硕、喜安庄不要有民主制度来决定下个月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就是它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嘛！民主制度怎么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是目前能够让大家 shut up 的一个好的制度。让大家可以运作下去的一个制度嘛，它不是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嘛。但是后嘎在我们这一块没有效率的部分，我们在现阶段是在受保护期间，你们不用经过选民的考验。外艺术的职工，你免去招选民呐、啊，
做选民服务免啦，免几干唔敢拜托啦，讲哦投我一票免，免讲啊拜我下好好处，你即马投我一票免，你这位置在这边是一直做下去的嘛，做到你不爱走为止嘛，干唔是？啊，这么好的位置，你们要好好努力啊，要珍惜老天爷赐给你的机会嘛，好好的贡献嘛，这款机会还够有无？无啊啦，全世界咧看起无啊啦。只有你们这一班的学生了，对吧？哇、哦，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每个人发挥自己的创意，哦，是一种享受。我来讲，服务台湾人民是一种享受，所以人民学会人民的声音，那都来分辨。英文有一个字叫 discernment， 分别对错的能力。一个事情来，不一定对，也不对，也不一定是不对，你要有分辨的能力。那在座各位除了知道经济系统啊，怎样 check and balance， 最后还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过去那叫模糊掉了，你现在抓回来，要正直啊，要正直啊。咱的民意代表，咱的众议员参议员要正直，你这人的人格都要直的，你的人都要正。啊、你若正做什么代志，无得惊啦。那我们走法理也是啊。当我们讲对的事情的时候，美国都在听啊。你不要跟我玩权力斗争这套，因为我真理出来嘛，我对的代志我照顶管做嘛。啊，等赶快呐！你若对的代志，经过大家辩论觉得是对的，要有那个勇气。过去大家拢惊嘛。哇、哦！路上一个车祸，就赶紧去卡掉。哎，卖，卡掉给衰，啊，过去用过。唔是，我伫美国唔是安尼。你若讲车人小牌，有人会走出来呢。讲，哎，这样做不对啊。有人徛出来 ，stand up for your right。美国人就是过去就安尼来的嘛。他谁不对，他敢站出来 ，for the justice。丢唔丢，分清楚。该做不该做，自己评估，能做就做，都像那样，回到正常的人性啊，哦，正直的人性。哎，我还有几分钟 ，OK， 好，下一张，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这个的下这个的下一张好了。哦，现在这个就比较硬一点哈，还有点崩天了哈。单一制是一个国家的结构形式，使中央政府拥有所有的政治权利。复合制度像 B 国安那样哈，它权力是不同。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单一制，大多数实行单一制的国家都会成立地区行政区以及地方政府来协助管理地区事务。可是这些地区行政区的所有权利都授权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也可以随时废除。或者成立新的行政区域。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统一的现行宪法以及统一的法律体系，国家具有统一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国民具有统一的国籍身份。下一章，我们今晚连认识名词你看了哈？啊，复合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治实体组成的国家联盟的制度，而单一制相对复合制国家通常是。原先独立的政治单元所构成的有机体，你就去想美国就好了哈。联合的程度，复合制分为联邦制、邦联。邦联够不赶快哦，邦联不是一个国家哈。联邦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结合成松散的国家联盟的制度。哦，均和OK。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联邦制的国家，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也实行联邦制，哦，慢慢了解这些制度。过来，这没什么了，这是一种 knowledge， 你们上网查都可以。下一章，议会制又称为内阁制，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啊，一个叫 parliamentary system， 啊，特点是政府首脑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议会的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政府首脑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因此所属政党未能赢得议会大选的政府首脑连其内阁必须提出辞职，未能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的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也必须辞职。
由议会重新在席位居多数的党派中协商选举，产生新的首脑跟内阁。议会治下政府首脑，就是总理的权力普遍比较大。你都现在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嘛，哦，啊，你多数党执政，啊，门给郎龙仪任命的，他又是立法里面的人，又是行政部门的人，啊，要不赶快下一个。哦，议会制又是内阁制哈，民主制度的一种。哦，啊，这都叫共给啊。然后，哎，我怎么同样一页？在很多国家，内阁或内阁内的任何成员都可以通过议会对其不信任投票而被免职。政府首脑也可以决定解散议会，经过向国家元首礼貌性报告后，由元首下令重新举行国会选举。但过去无这款经验呐，哦，啊，所以唔知。啊，咱即马开始都要认识什么叫众议院、参议院，啊，它的内阁制是虾米款情况。咱就是学日本一套，唔是过去中华民国一个什么议会啊，都立法委员拢，你敢无敢管呢？哦，来下一个。参议院，哦，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立法机关，天皇拥有立法权的协助机关。你看，作为天皇拥有立法权的协助机关呢，这样的帝国议会地位，并且规定帝国议会由众议院跟贵族院两院组成，全部由民选，也就公选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相对。贵族院是由皇族议员、华族议员，华族的是贵体，是那个各座藩的贵族来，啊，另外个贵的华族议员，哦，啊，那个一级我不要念啦，上面任议员哈，帝国学士院会员议员、高额纳税人议员，对，探井的一级后家人啦，你纳的税比较多啦，才可以当参议员呐，哦，等人员构成。1946年昭和21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日本立法机关为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部分组成，这个我赶快哦，一个是18/1946哈。宪法规定，众议员、参议员统称国会议员，均为代表全体国民而被选举的议员。哎，这不一样，这个帝国，那应该以我赶快哦。今嘛后来的日本议会制度下，美国帮他设立的嘛，啊，美国人都是这款的啊，因无贵族啊，因就切贵族的啊，伊过去就切英国一套啊。英国就是有 Senate， 有这上议院跟下议院啊，啊，美国就要盖一部这套啊，啊，盖是好还是不好？真歹讲哦。美国后来本来嘛是 Senate 由州立法员去选出来，但是后来变作一般人民去选，迄阵都出问题哦。迄款阿里不达人买造出来哦，哦啊，那时候都很容易就法案又推，啊，就是变成互相，他们叫 deadlock， 一个卡一个的情况就会发生哦。我都过去为什么公务节参议员跟众议员，参议员呢会比较稳重，他会顾全大局，他不会动不动干来夹的。啊，美国基本上就夹的嘛，民主党、共和党啊，各个议员在比谁人多夹起来，啊，政府就停摆。迄个有较好，迄都无效率啊。无好个在是美国啦，够大，没有人敢真的甲并斗啊。那是讲他有一个敌人在旁边的话，啊，那上好啊。你国会停止运作，我基本上就来啊，对不？你也不能宣战，你也不重要，国会的互相卡，国会休息，哦，所以这个制度好坏还见仁见智哦，哦啊，大帝国地位也讲，啊，基本上1946年，然后这个哈，哦，你看，实际上最初驻日盟军总部 GHQ 的宪法修正案，麦克阿瑟草案中，国会只由众议院的议院组成，这也是事先预估到日本方面的反弹而故意设置的谈判空间，果然。日本方面代表提出强烈反对，要求实行两院制。对此 ，GHQ 以民选议员作为前提，那款来生啊，这就是玩权力哦。你们立法的人，你就要知道，美国该生下。你不是站在美国立场啊，你站在本土台湾人、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立场，该你美国 negotiate， 你要跟他谈判啊。你有你的立场啊，能够让多少，不能让多少，你要有底线啊，你都要去想啊，啊，大家都在开会啊，都在讨论啊。你看美国人都安尼知影呢，麦克阿瑟都刚安尼给你冲，冲到尾啊，讲一院制，一院制唔得该基准赶快，两院制不一样意思呢，两院制里面怎么选出来也不一样意思，这就是玩法啊。你要知道这中间每每嘎嘎几滴不一样在哪里嘛，哦。
所以呢 GHQ 以民选议员，你喜欢讲民选议员啊，作为前提条件同意两院制体制保持不变，由此参议院得以成立。我来讲，你如果民选议员来的就问题大了，贵族都没去了，你把贵族去掉了，把一个要维持国家稳定力量，所以日本国会到后来这样，一天到晚在换人嘛，一天到晚在不信任投票嘛，一天到晚在内阁解散嘛，过去是不是这样？是啊，过去的日本都是短命内阁嘛，是到这阵安倍起来才突然之间变成强势，对吧？掌握上众议员参议员都一控这条，这阵才有做事情，不然近期都停摆啊，都不产生任何运作。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叫众议员的四年，任期更长。另外与随时解散的众议员不同，参议院中没有中途解散的制度。哦，参议院没有中途解散的制度，而通过三年一度的普通选举改选一半议席进行更换。由于不能够如众议院一样通过内阁不信任决议，但是可以通过无拘束力的问责决议，参议院跟日本内阁的关联程度相对更弱。这是他的说法啦，这句话不同意啦。众议院是构成日本国会的议院之一，在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底下，众议院参议院共同组成两院制的日本国会，而在已废止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下，众议院则与贵族院共同组成日本的帝国议会。所以这不赶快，一个是比较接近平等的，一个是有上下互相制衡的力量。所以你既然已经进入到最高权力机关，你就要怎样权力要怎么掌握，权力怎么分辨，人把你权力掉你敢知，人无形中把你的权力移走，你知道吗？那妹妹嘎嘎跌倒你也要看，人家用法案修正建议整个官都在官照啊，提照啊，这样我要不是，我不是讲过一个故事，我还几分钟，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吗？讲一个笑话，七分钟。好，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你知道那集中营吗？不是集中营，那个战俘营，德国的战俘营，你知道吗？战俘是管什么人？不是犹太人哦，你弄错，那叫做集中营。战俘营是关盟军的人嘛，盟军跟德国打仗输啊，就管一下嘛。啊，德国为了要符合日内瓦公约，啊，都每一个在内底的人，每一天至少有三顿饭拿吃。暗时还够宵夜点心，所以德国人叠法靠修台，不，德国柏林外面都较穷嘛，因为战争无像一干有一顿都袂歹啊，所以真侪人真爱走去内底去工作，工作的时候顺便就摕一寡物件出来吃嘛，互因厝内底吃，所以因这管理当局的真欢乐啊，讲安尼袂使啦，设岗哨，每一个进出的人都要检查袋子，所以那警卫就起来讲，袋子打开。看过，下一个袋子打开，下一个弄得检查这些嘛。内底多多少有一个警卫，跟内底工作人员祖先都是好朋友。什么款的好朋友？对，祖先大汉啊。迄个警卫就讲，你这個人什么款，我煞唔知。你祖先就爱跟人偷摕物件，就喜欢偷东西。那见解我来检查拢无物件嘞，拢空空袋子来，拢空空的嘞。这个。在裡面工作的說，你不可以跟別人說，我就要跟你說，說好啊，我不跟別人說，你跟我說，我說我頭底就是袋子，我頭底就是那個袋子啦，我跟你說，一腳袋子喔，帆布袋喔，現在賣多少，賣一千塊嘛，真千塊嘛，一個月來三十腳，就三萬塊，你再去買十五，算不要，是不是？你設衛哨都是設，沒有人設人家進來，設出去的嘛，對吧？進來我管你空手一次出来拿一个一卡那个帆布带出去，你看他查也查无啊，内底拢空的啊，你知影无？因为你已经设定好你要注意的东西嘛，你规官叫用铁罩，你唔知嘛？过去台湾人都是安尼啊，叫你去选举，叫你去投票啊，欢喜到要死。哦，即卖是啥人几票都几票，边啊几票啊，蔡英文几票，底下欢喜到要死对吧？结果呢，叫人掠掠去啊，弄鬼掠去啊，你去投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人台湾人为什么会设定一些注意的东西？媒体给你搞嘛，叫你怎么想怎么看事情嘛，了解吗？当你设定的东西的时候，你只注意那个东西，剩下都不知道，整个官给你抓到，
咱的议员、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都要有这款智慧，也要看讲这款代志啊。要不然又是设局被人家玩掉啊，对吧？结果大家后山就拢搞起啊！哎，快下课了哦，来，精神再提起来，来下一张。哦，优点啊，政府长哦，最大党魁出身啊，哦，这是优点缺点啊。好，下一张吧，这个太乱了，哎，哦，这就 check and balance 嘛，哈，哦，美国的立法院哈，哦，Sen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啊，啊，行政院就总统、副总统，还有他的内阁成员啊，哦，然后 judicial 就是 Supreme Court 就是最高法院嘛，啊，其他的Federal Court 哦，宪法法院，哦。然后他有问问题吧 ？What branch can declare law unconstitutional？ 哪一个部分可以宣告法律是不合宪法的？就是那个嘛。好，最右边这个。然后 To whom do cabinet members report？ 内阁成员要跟谁报告啊？总统啊，是吧？但是最后要到国会，是吧 ？Judicial system。What branch of government？Initiates and approve laws， 开始提法案，然后通过法案，就是立法院嘛。然后举例来讲，总统可以 veto bills approved by Congress， 参众议会通过的法令，总统可以否决。President 所提出来的，在美国法院里面所当法官的话。哦，总统可以任命法官，然后最高法院哦也可以宣告总统的什么法令是不合宪的，然后国会也可以弹劾总统，还有各种法官哦，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separation of powers 嘛，这个系统就是。Separation 就是把权力分开来。Each branch operates independently of the other. However, they are built in check and balance to prevent tyrannous 就是霸权啊，就是哦 tyrant concentrate of power in any one branch and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liberty of citizens. 最终是要保护我们的百姓。下一章。OK， 这个互相牵制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不让国会 passing law 太快，参议院、众议院互相牵制，不会让法令派太快。One house check the other in the manner of British Parliament， 就是要以美英国的那种制度互相牵制，哦，要不然有时候众议会通过法令会太快，它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有强烈需求，提出法案。参议院再考虑久一点，说不好，又可以退回去，所以要来来回回好多次哦。好了，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边，我们先下课啊，以后我再补充其他资料。OK。各位议员，我们下课休息哈。然后前面那一栋啊，咖啡厅、会议室还有五楼教室啊，有初级班在开分组讨论哈，请不要打扰到他们，好，请尽量不要打扰到他们，谢谢。